阿丑，你在我心里是不一样的，知道吗？我在你心里是不一样的吗？阿丑，你在我心里是不一样的，知道吗？所以我在他心里到底是哪里不一样呢？难道他……不可能的，别乱想了。再怎么样，他也不可能会喜欢上一只猫啊。如果我能多一点时间变成人，和他接触，可能……对，监控就装在这里吧。啊，这是什么声音？可以了，辛苦了。小事小事，我先回去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没什么，装。还是不要告诉他装监控的事情了，万一他以为是我不信任他就不好了。装什么？什么装什么？你听错了，我是让他们给我送点东西过来。哦，这样啊。嗯，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去上班了。啊，等一下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这个是我做好的鱼汤，你带到公司去吧。你最近很累的样子，记得好好照顾自己。嗯，好，好的。心跳怎么又变得这么快？我最近一和这个女人接触，就变得很奇怪。这个女人有毒吗？女人，别以为这样就能讨好我。我可是……我知道，我不会因为做两次汤你就……是啊，方茵茵，你在想什么？他以为阿丑就是一只猫而已，和你这个人也认识才不到一个月。他那么优秀，是个成功的企业家，你什么都不是，凭什么会对你？总之，我没有什么别的想法。好，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？他好像有点伤心。你去上班吧，路上开车小心。不是我开车，司机开车。那就让司机小心。我会告诉司机的。奇怪，他为什么突然这么低落？女人都这么莫名其妙吗？老板，今天的汤很香啊，请了新的做饭阿姨吗？不，这是……干什么告诉你啊？这是我的汤，你不许问。是是是。姐姐，你在想什么呀？最近为什么一直发呆？笨笨，猫在成年以后也会喜欢上别的猫吗？喜欢别的猫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算了，跟你们说什么呢？方茵茵，还是别再想了，根本就不可能的事，趁早放弃吧。最近总是忍不住早上给他煲汤，从明天开始就不要了吧，早点断了这份不可能的心思。今天早晨怎么这么安静？那个女人没来？那我今天没汤喝了。消极怠工，现在连汤都不给了。算了，我走了。阿丑在家要乖乖的，知道吗？喵。就这样吧，方茵茵，别再和他有太多接触。这份不为人知的喜欢，总有一天会渐渐消散的。方茵茵这丫头来家里也有一段时间了，说好了让她过阵子就必须回家，大概也到时间了吧。你回来了，那我差不多就走了。阿丑在外面玩，一会儿就会自己回来了。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，刚好我还可以再去看看小家伙们。等等，我有事想和你说。
什么？Thank you.